我今日看足乖。系啊，好料啦。食饭时间一到，张林体就开始无闲地准备，并将剩落的白饭放隔天的三站，就是今日的中昼顿。今年已经86岁的张林体，目前靠着老人津贴和查某囝的残障补助，生活不是讲真歹过。不过年纪已经愈来愈大，就用要无法度照顾家己，搁爱照顾出生八个月得着脑膜炎，即卖已经50多岁的查囝。结果50多年来，唔爱发过忝，张林体嘛讲，这就是命，将伊生落来，就爱好好啊，家己照顾。咱都讲生安尼啊，唔诶，都讲生艰苦，出个呢，啊，就那个嘛是，好多现在命啊命。你从来安尼话，这都无你给我讲着，啊，这拢着照顾了袂咧啊。不愿放弃照顾这个查囝，两母仔互相陪伴做伙，如今食到这侪岁，张林体嘛已经规身躯病，讲来讲来，目屎一直流落来。50多年来，拢是安尼伫过日子，只是身体愈来愈歹，嘛唔知会当阁照顾偌久。啊，算讲安尼年岁遐侪岁啊吼，啊，拢继续咧甲照顾，啊是安那，非常的辛苦啦，啊都无法度啊，啊有一个姐姐，啊但是因姐姐有出去伫住伫迄。得为你个遐吼，啊，无法度讲安尼一日来甲斗照顾安尼吼。即、這个张月香即个吼，算讲拢伫厝，啊，拢是因老母咧甲照顾安尼。啊，是啊，年岁遐济啊吼，啊，都也真无法度。妈妈，我年纪过了，我爱你。虽然无啥会晓讲话，简单一句妈妈我爱你，看到月香，张林体相当唔甘，不过目屎干咧，嘛会尽全力照顾月香，袂送到教养院。只是烦恼死了后，外乡就无人会当来照顾。记者王祖如，彰化报道。